兼六园，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景色。这个呢，就是他们为了冬天的时候所搭起来的一个那种保护这个松树的架子。你看它的潺潺的流水。这个兼六园就是以前前田利家的时代他的住的地方。你看他的枫叶这么红，对啊，现在颜色很棒。这棵树好棒啊，这棵树真的很棒。
里？哦，有乌鸦。好大只的乌鸦，对。乌鸦对日本是很吉利的东西。Thank you.
叫莲花池。这就是金泽城，这就是前田利家家贺百万担他的城。2010年11月10号，我们开始了4天3夜金泽和尚家贺屋的旅行。没想到2024年，这里发生了大地震，造成金六园还有和尚家贺屋无限期停业。所以要看到金六园的景色，可能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了。